其实我们想要告诉大家的是，厨具跟厨房这个空间呢，在现代空间的规划里面，它在很重要的部分。因为小马，我知道大部分人的家里越来越可以接受所谓开放式的厨房了，嗯，对不对？我知道你在做风格的时候，你的公司走了两个风格，基本上是有一些落差，可是都各自有很强的那个 image。对，我们公司是走两块风格，然后一个是走比较现代时尚，然后比较前卫，然后它运用一些玻璃灯光，然后不锈钢去做它，达到它比较时尚的氛围，然后色系是黑白灰三色做主导这样子，所以比较时尚感。然后我第二个风格是走比较人文的风格，嗯，然后它的材质就跟第一个风格完全对比，嗯，它是走例如用一些钢刷的木皮，然后粗框面的石材，uh-huh，然后结合一些阳光，嗯，然后造景，嗯，去达到比较自然人文典雅的那种氛围在这样。所以这两个风格基本上落差很大哈，哦。对，以我的客人来讲，就是通常喜欢 A 的就比较排斥 B，嗯，他喜欢 B 的就比较排斥 A， 所以可以接到不同客户的族群这样子。 OK， 那空间的风格呈现出来的这个效果跟他们的感觉是不一样，可是就像我说的，越来越多人喜欢让厨房变开放式的厨房，空间看起来加成的放大嘛。对，没错。可是厨房好跟不好，你选的厨具或颜色，我觉得会影响这个空间的成或败。对，开放式厨房跟客餐厅风格一定要整合，因为是视觉开放的，嗯，所以到时候要选择材质啊，然后它的颜色配色，它的质感就要跟公共空间去做整合。好，然后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现场的带大家来看几道厨具，让你来了解一下，如果在做开放式的厨房，怎么样做出来是跟你的风格可以搭到，然后它本身又很有质感的。我们先看这个好不好？好 ，OK。这个很适合那种百来平的大空间，对不对？对，没错。我想如果我家是一个非常大平处跟开阔的空间的话，这一套厨具放在我的房子里面，我应该会很喜欢每天下厨，它看起来真的跟我的空间风格是可以融在一起的。对，这套是专门for比较大平处的开放式厨房的尺度的中岛，嗯，对，那它中岛上有接很多的机能，例如是快炒的，嗯，然后煎的，嗯，对，烧烤的，嗯，对，都有整合在他们的台面的机能里面，基本上它就是砍入在我的台面里了。对，没错。不过像这样子，大家以前会认为中岛只能是轻食料理，可是你这样子的做法会让我觉得在这个中岛我要煎煮炒炸都可以，我比较 care 的是油烟的问题。对，因为传统的油烟机都是跟吊柜做整合，所以通常都是在后半段中岛没办法做整合，或者是要靠墙壁的部分。对，比较靠墙面，然后现在比较新式的油烟机它也造型也比较好看，然后可以整合在开放式厨房的中岛，嗯，然后它是悬吊在天花板上，嗯，然后它的油烟机左右不需要吊柜，嗯，所以它的压迫性就会比较低，比较适合开放式厨房来运用这样子。好，那像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中岛，它的面积这么的大，那我觉得它面积大的时候材质就很重要，因为我材质用的不好或是色系不搭，它在空间里的量体很大，可是这一块的材质我觉得我蛮喜欢的，人文或现代的空间都适合。对，这个材质人文跟现代都适合，然后这个是赛历史，嗯，然后做比较火烧面的质感来处理，这样子，嗯，看起来比较有厨房的那种味道。嗯 ，OK， 搭配它这边，大家看起来觉得它是个中岛吧，还可是要告诉你，它其实收纳挺强的。像女主人啊，她在使用厨房的时候手会比较油腻，嗯，那如果开抽屉会沾整个厨具会比较油腻的感觉。像这种就是你可以用背面直接轻轻点按一下，哦，对，它就整个是电动式的，拍开手指。那回去的话呢？对，就自动碰一下就可以了，okay，就可以解决油腻沾到厨具的问题，这样。所以它看起来永远会是这样子，干干净净。对，没错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中岛吧台尺度这么长，可是它下方的部分是完全可以符合你的收纳空间。对，都隐藏式，看起来比较利落。不好看的摆下面，那好看的呢？像我身后的那些这个壁面的厨具，就可以看到它一些比较好看的部分，像比较利落轻薄的层板，嗯，对，然后跟一些隐藏式的一些收纳柜就藏在后面，嗯，然后下灯光的方式也不错，就是说它有下一些砍灯，嗯，跟间接照明去做灯光的处理，这样子。嗯，那当然在厨房啊，大家最 care 的还是那些瓶瓶罐罐啦，盐啦，糖啦，味精啦，或者是一些调味料的这些瓶罐的部分怎么去整合？对，一般都是放台面会比较乱嘛，所以它这有设计到砍入式的，就是壁面全部都有打特别的凹槽，嗯，然后把瓶瓶罐罐全部都量身定制砍在里面，这样子。所以我想到啦，就是如果要做一个开放式的厨房，它最大的重点是它露出来的东西都是要线条利落好看的，嗯，没错。但是呢，不好看的东西它全部会让用收起来的方式呈现在空间里。对，这样子开放式厨房就不会感觉很凌乱，这样子。
刚才有讲到说，小马你在空间里面有一套的风格，会是比较偏向自然人文。自然人文的一些木皮或者是一些食材，如果你要选开放式厨房，我喜欢这块材质，哎，这个就很搭了哦。对，没错，这块材质的它的台面跟它的立面做不同处理，虽然是同一块天然的食材，它的立面是做凿面，就像是西瓜拔开的那种粗犷的那种纹理，所以很适合我们公司的另外一种风格的材质这样子。然后会建议客户就是说哈，如果你用天然食材当台面的话，建议要上漆，比较不会有石头吃色，因为石头毛细孔，对，你要上一层保护漆，比较不会有吃色的问题这样。好，那刚刚那边我们也看到，其实还有另外一套厨具。我觉得，这样的厨具的好处是风格统一，也还是一样可以省了所谓选餐桌的问题了。对，那一套厨具的特色就是说哈，它的中岛然后有结合它的延伸，然后做一个高低转折之后，然后变成一个餐桌。那它故意做同台子延伸，那你会感觉中岛跟餐桌是一体成型延伸的那个味道这样子。它除了中岛结合餐桌之外，它还利用一个高低差，然后结合它的吧台，它的吧台故意做同材质，但是不同的颜色跟质感，跟不同的高低差，然后把那个吧台的感觉做出来这样子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，像这样子的感觉会变成是我的吧台是比较黑色的这个区块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中间的主体可能是完成你说一些厨具啦，一些烤箱啦、洗碗机跟收纳的功能。对，往下降一个高度就变成是你的餐桌了。对，没错。另外，像咖啡机，一般的人家的观念都感觉要砍在柜体里面，或者是烤箱或微波那种感觉量体比较重的那种电器柜，会感觉比较没那么好看。然后像这种顶级的厨具，它可以做到悬空，那感觉就很轻薄利落，然后承重量都可以承重一吨以上。像很多好莱坞的名人就喜欢这种顶级厨具的这种设计感，悬空利落的感觉。好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的空间啊要做开放式的厨房，你放眼看去的厨具啦、收纳啦、餐桌啦、倒吧，它都要可以符合空间的风格，这是今天小马想要带给大家一个新的观念。没错。